俊雄，你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？星宇，他在不在家？你还敢问星宇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，星宇刚才神不守舍的回到家，就一直在哭，我就追问他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小雨？她可是我妹啊，这混蛋！俊雄，你听我解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小雨？听我解释，我不要听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小雨？ 你不要再打了，你回去吧。星宇，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，所以我很勇敢地接手了。没想到，你所谓的真诚是那么表面，那么肤浅。听我解释。 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你回去吧，我和你已经无话可说了。你走吧，放过星宇，忘了他吧，不要再来找我们了。 Struggling earnest, reaching above the quicksand. Better to bite my tongue an inch of silver song. 亲爱的星宇，你好。 我是丽恩，你在美国的生活好吗？我跟嘉乐和俊雄都失去了联络，现在我有自己的生活。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电邮，我想通过这封电邮告诉你，这么多年在我心中挣扎好久的遗憾。其实。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对嘉乐的一厢情愿所犯下的错。那场误会是我设计的，嘉乐从来没有欺骗你。之后我真的很后悔，不晓得你会不会回复我的电邮。但是我在这里真的很想和你说声对不起，丽恩。 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很开心你过得很好。我在美国的生活很充实，也很快乐。谢谢你的坦白。事情过了这么久，对和错已经不重要了。有些东西掉了，可以捡回来，但是回忆掉了。 是找不回来的，可能我和嘉乐的感情经不起考验吧。对了，再过几个星期我就会回去新加坡办些事，到时也希望我们可以碰个面。在这里，祝你幸福、健康、快乐，星宇。
佳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不是捡到我的手机？